九霄路位置突发恶行精神污染事件，各部门迅速到现场就位，对商业街的全部一般市民进行排查和疏导。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发送到总部。这起事件发生的太突然，我怀疑对方真正的目标是我们。 之前见过的类似情况是什么样的？坐稳了。那次也是由能力者操控，污染源被隐藏在人群中，一旦发动，就会出现极强的传染性，甚至导致卫星城的交通直接瘫痪。陈大少，玉虎，你在哪里？哥哥，预计会有十件二号。快逃吧！ 你见过其他的我？休想打油画的主意！ 油画已回收，剩下的交给你们。 里头的是零四二号污染源秦然，他抢走了油画，别让任何人来烦我。撤退！大校，我们已抵达现场。别管我了，所有小队成员，请撤回油画。陈大校先生，有一帮人在救出陈大校。快撤退！走，走，走！